这里有个那个销子孔，销子嘛，插销嘛，给这个里面还有一个口径嘛，要给它两个对准，你得对准，不对准的话，你看呢，插在里面，好，然后等它温度变成红灯，这个它刚刚开温度的时候它是绿的，然后它变成红的时候，然后你再打到这个加料，这个一按的这个灯一亮，它这个地方就会转，让它旋上去一点，让它往上面旋一点，啊，我让它往上面走，看到没有？往上面走，走了过后，然后再点这个松退，点一下就可以了，然后再把这个半圆把它塞进去。伸进去，然后再把这个螺丝拿来对好孔，对好孔把扭上去，你拿着拍，再来锁对孔，锁螺丝。再用扳手把扭紧。